女人的第一次非常宝贵。但真的能够用金钱衡量吗？罗马尼亚18岁女孩 Alexandra Catherine 就决定举办一个独特的成人礼。她不希望自己的初夜被一个不知道能不能长久交往的人夺走，所以与印道战业者合作，拍卖自己的处女之身，借此好好赚一笔。Alexandra 身材很棒，是一名模特儿。看过电影《桃色交易》（Indecent Proposal） 后，他决定用这样的方式赚钱念大学。之前他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来自一个很穷的国家，这样做也很无奈。现在他的初夜被一名香港富商以230万欧元（约新台币7500万元）的价码买下。印道战业者将会抽取其中的 20% 作为佣金。Alexandra 表示，他已经和的标的商人通过电话，也订好了交易的酒店。他没有透露更多关于对方的讯息，只表示中标者人很好。Alexandra 的初夜被以天价拍卖后，印道业者已经收到3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少女的报名讯息。这些女孩都从中看到了商机。Alexandra 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这样做也是被迫无奈，因为很需要用钱。但最近有消息指出，她根本没有经济困难。她的父母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，完全不明白女儿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。Alexandra 的父亲是防暴警察，母亲则在药局工作。两人的月薪远远超出当地人的平均水平。他们得知此事后要求女儿不要这么做。Alexandra 却表示，我已经18岁了，我可以利用我的身体做喜欢的事。父母不能理解她的做法，甚至气到要与她断绝关系。妈妈更是每天都以泪洗面，非常心痛。Alexandra 认为自己不是妓女，但在别人眼中，这种出卖自己身体赚钱的行为与妓女也没有什么差别。他希望不要有太多女孩被这件事影响，把自己的初夜当成生意，这也太夸张了。